都是起锅烧油，今天咱来点简单的水煮，先给龙虾放个料，放个料。喜欢吃龙虾的家人们啊，进来给大哥点个双击。哎，这个没有小龙虾。下个视频开捞它，双击。龙虾熟了，家人们，进来双击的家人们两只，关注的家人们两只，这一只我漏了。哦呦，哇，这还是个母的嘞。嗯，太鲜美了。就是有点小，不够塞牙缝了。老铁们，别嫌弃啊！嗯，龙头，龙虾捞起来，自带碗筷啊！给大家点个关注。不迷路，哇！嗯，过瘾。谢谢老铁，如果你也喜欢吃龙虾，给大哥点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嗯，我又来了，老铁，老规矩，葱姜蒜爆香，今天有个小龙虾，来点。这什么豆瓣酱，什么豆瓣酱，哇，好点红油，龙虾大蛏王毛蚬子，有八爪鱼，满满登登一小锅，鲍鱼，老抽，香菇，料酒，加点水，一小锅又熟了，有点烫，毛嘎了，今天就比较简单，没有什么硬菜啊。关火关火，太热了，竹节生，祝高考的学子们金榜题名，步步高升。搂一个，这里面有一个沙囊，但这种是没有沙的。
小龙虾走一只。哎嘿，哎呦，大肉。有没有被馋到？有被馋到的老铁，给大厂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。不定飘了，都不是大龙虾了。我今天再来一只，哎呀，十斤的。咱老铁能不能给大港500个双击？下锅，捞它！老铁不要多，就只要500个双击，能不能行？下个视频咱捞它。OK， 鬼头蟹，哎呦，壳这么硬啊！哎呦，手都割破了。第二次吃，味道还可以。哎呦，一天不爆头，黄瘦都难受。就跟老铁一样，一天不给大港双击，是不是浑身都难受啊？哇，精华不能扔了。海星。可惜他没有海绵宝宝的陪伴。哇，这么肥，这个大脖。老香了。哇，就吃的时候有点费事。过瘾。